九成以上是自律神经在控制，可能交感、副交感，这我们中医讲的阴跟阳，阴阳要平衡。你的消化道、呼吸、心跳、内分泌，这些都是交感、副交感在控制的。交感是开车踩油门，副交感就是踩刹车。交感就是心跳快，消化慢，人很亢奋、焦虑、能量增加。副交感就是踩刹车，就是休息消化，心跳慢，肚子饿，休息睡觉。所以我们大概等下要看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有平衡。你的，可以跟你讲，这个是你刚刚做的，你的年龄在这边，你的这个正常标准值在这边。